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师。好，那我们现在玩的游戏是《守夜人》，这个目前在试玩版的阶段。那这个是干爹限定版啊，干爹限定版才能玩到的。那正式的名称我看一下啊，应该是叫做《守夜人长夜》。那当初大师在赞助的时候是选那个称为酒馆的酒客，所以到时候就会看到大师的模型在这个酒馆里面当一个 NPC 的、啊。好，我们开始游戏吧，简单。听说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有白天与黑夜，白天光亮的刺眼，一眼能看尽层层叠叠的山脉，但只是传说。现在我们感谢微光女神在漫长的夜晚中温柔地点亮我们的世界。一。为什么有一个一？那个一是什么 ？A 跟 D 跑步，没有音效啊。还有为什么要英文？可以改中文吗 ？Old man with lantern, night watcher, danger lurks in this place. Enter 吗？还是花束？哎，等等，我要怎么？然后嘞？哦，按到。Who are you? I have never seen you before. L 是确定。This place is from 这怎么念 ？With angel 是一个什么的伴随的危险 ？Where else is it?No, that is not the thing. Come, closer. Weapons, sent, but I have already got money. money. You might. As it is, it's not bound by any opposition.但是会的英文不太多啊，念也是慢念的。什么啦？为什么是英文 ？L 是确定哦，哦 ，E 是上一页哦，哦 ，K 是上一页。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不用中文呢？E 是装备，哎 ，L 装备。这我看不懂啊，我不会看英文啊，神经病哦。I don't understand what it is, but since anyway, goodbye. Oh man, with Linda, 这什么啊？无言吗 ？We will be seeing each other again. 赫斯常见。哦、可以聚气吗？K 是跳哦 ，J 是打连击，可以冲刺砍吗？他不能冲刺，跑步就冲刺了，蹲飞刀啊 ，L 是飞刀，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W 是对话啊，一定只能英文是不是？然后呢，怎么换？哎呦，按上什么？这个是 I 是大绝是不是？随时可以边打放大绝哦 ，so this ne 哦，选单哦 ，yes C 是选单哦，储存游戏 K。L 吗 ？L 是 OK。好，我可以选音效设定，是不是？画质设定，系统，画质设定，垂直同步，高，音效，
先音效可以低一点。好，储存了键盘哦，看一下，特殊攻击在 J1。我怎么会有那个E啊？他们是开发阶段，所以把这E都留着吗？哦 ，Q Q E X C 哦 ，OK。这防御吗？等等。换武器，可是我也不哦，看到 C 是换，我、哦、这样弄键盘是有时候有点不太好用，你知道吗？好，哎呦，跳有点迟钝哎，第一家跳上平台，哦。所以咱们就是让我们熟悉操作吧。后跳，哦，就是一个贴心的提醒啊。这边 A D E 翻滚，好难用哦。这后退前进啊 ！Q 防御，我要上去。为什么是没什么音乐啊？嘿，嘿，嘿！挡还是会受伤的。哎呦！那那那那虐杀 ，W， 渡鸦长戟，可以换吗？还是那是丢的？不能换啊！看一下、哦、装备。OK， 可以。这样比较重哦。为什么跳要不用空白键？哦。哎，他这个 Q 不能防御哦。SK 跳下平台。一级必杀、欸，这什么 ？S 爬楼梯。哦，按上方向键呐、啊！哎呦，他好像这长期好像不能那个哎、欸。H。哦 ，H 是直接用药水啊，上不去了、哦。好吧，那上面有一个骷髅头，这什么？哎，卖差了、啊。我还是换回来了，这个好难用啊。哎，现在录多久了？九分钟。看一下 ，OK， 还是换一下这个、啊。哎、欸，这个可以防御，这是什么？燃烧品哦。系统储存游戏。嗯，好，这个是治愈药水。哦 ，boss 哦 ，boss 太快了吧！啊，左边我没关告啊。OK， 二段跳是不是？哎、欸，哦没有，刚刚踏墙哦，可以啊，可以二段跳哎、欸。持续 S 是 look，
哦，哎呀，可以二段跳哦，嘿，嘿，嘿，哦，取灯匕首，好，我们玩匕首看看。应该试玩，应该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关卡，那我们去熟悉吧。哦，这个不能防御。罗拉那个主角脸是看不到了。哦，欸，他一直按着可以一直发，欸，有吗？我刚怎么用出来了？哦，按快一点。如果按慢的话，只会这样。按快一点，就，然后再放一个小绝。哇，帅！哇，来吧 ，BOSS，BOSS 来吧。哎，还没到啊，好丑啊，裂嘴兽。什么啦？什么的？等等等等，太强了吧！不是，我可以，我不能逃啊！啊，可以翻滚哈，都忘了。可以滚哈，没机啊！那滚不太好用欸，哎呦，哎，哇，吓死我了！其实以画面的精致度来说，很不错欸，果然他们美术真的是那个肝都是加到爆炸了，辛苦了，辛苦了。哦，灭尾师，这是什么意思啊？来抓住了 ！Are you following me? There you are again。他没有无言的那个点点点出来。To proceed to the next stage, you need to find a place that is not a place. Next stage, what does this mean? 下一关 ，Let's watch. Remember, a path needs not be a little path to be the right one. 哎，那字超过了，超过四窗了，你们，我有强迫症哎，这样不行啊。那对话 ，OK， 好。这边可以下去吗？哎，哦，他没有像那个洛克人有那个指引的视窗出来，这样我不知道下面走会不会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怕怕的。不往下吗？我应该是可以的，可我忘记的。哦，有，哎，可以可以可以，有了有了。这是哪里？哦哦哦。就这样一直碾杀，有没有？嘿嘿嘿，嘿，其实匕首还不错用啊，说实话。这什么？嘿，上校，戒指，好装备。这个干嘛？哦，抗什么东西的啊？这什么？捡不到，捡不到理还乱。怎么啦？捡不到啊！算了啊，这个迷宫太大了吧，我会觉得很烦。他们停止那个瞬间不太好停止。嘿，上面应该是入城的那个，上面有什么东西啊？都在下面啊，坐走下面是应该是对的。嘿嘿嘿，啦啦啦
直接往下走就可以了。左边没东西啊，这边还有一个楼梯，你可以下去吗？可以。还有，啥小啦？什么啦？什么啦？所以现在是卡住是不是？卡住了啦 ，bug 哦，而且好钝哦，不是啦，干嘛啦？死掉的时候的瞬间有点尴尬呢。好，我重开。好，就去吧。他没有一个自动存档，然后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他这也太阴险了吧？总要讲一下啊。我刚在这边跳下去死掉了。好，那个黄黄包是什么东西？哎呦，我到底有没有下去啊？还可以自空哦！哎呦，我拿不到那个。哎，为什么？这两个可以，可是，哎呦，哎，不对，一二，有了。然后为什么这边不能换武器？左下角那个怎么不见了？一二，好，跳不上去。这个按 S 吧。不对啊，为什么左下角那些东西都不见了？下去吧。对啊，都不见了哎。哎。bug 了哦，我这边可以跳哦，然后我不能开宝箱啊？那我身上这边干嘛？不能开了？为什么？啥耶？那什么？不过匕首攻击力超低啊。哟，可是这边跳上去可以干嘛？上不去啊！哦，而且岸上都可以攀着。哦 ，OK， 应该是荡掉了啊。可以读档吗？再读一次。哎，发现游戏中读档会宕机耶！我没有在游戏中读档，好吧，傻眼，再一次。好，有了，出来了。可是刚刚不知道为什么会开不了，猫头鹰面具啊，按错了。OK， 帅。那什么啊？吐一个东西。还是有点顿顿的感觉。不知道什么。猫头鹰兜帽。嘿。
画面都没什么意见，可是有些地方，这可以走吗？刚才我都遇到好几个 bug 了。好，先这样好了。我记得从这边可以跳上去，从这边可以跳上去了。在这里，这边可以跳上去。OK， 然后先存个档。这个不存档会一直死掉，会一直很多 bug。No one is allowed in. Oh, it's you? 难道 Have you seen any monster? There are monsters outside the town. 为什么叫英文叫中文 Monsters? I can't end those bus starter. 是吗？怎么念 With one single law. 难道Jones wouldn't say so. What happened in the end? Come on, the man you already say is so. 等等，你们的字体是怎样啊 ？Who knows where there are monsters? 不，后面应该是括号一吧？你们不会换行啊？It's not as simple as speech. I can't tell you that. You late? 对话。话也扯爆，就是 You don't remember. 你看这个，我看不到后面的字啊。This crazy woman was always pointing about being God or 什么什么挖沟的 The God.顺便念英文啊 ，What's Gabriel 是吗？怎么念 ？I said it's only 好难哦，超过我的理解单字了。Have you found anyone in code？ 哇好难哦，我都没看过哎，还是英文太差。弄什么？这边掉好多哦，啊，跳过了啊。啊，这字体真的不行啊。I didn't see any girl. No, I heard that the monster. 好了，随便。So is it really all said among the river? 另外一个对话嘞。I don't believe. 你说你杀了怪物，我不相信。好，这我看得懂。哈哈哈。好啦，再存档。好，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啦。喜欢我们的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右下方订阅按钮跟铃铛即可打开。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收到通知哦。谢谢大家这期的收看，拜拜。